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大家平安。后日八月七八就是爸爸节，我的爸爸每天打拼工作，休困嘛爱带阮去外口佚佗，实在是足辛苦的。一个好的爸爸是妈妈的瓦壳，囡仔合适的模样，家庭的大条。愿上帝祝福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，准备开始。恁遮的囝，着听老爸的教示，着注意来得到名利，因为我会好的道理予恁，毋通气煞我的法度。我是老爸的囝，伫老母的面前做伊第一疼的幼小囝。老爸教示我，甲我讲。尊重。